芒果 TV 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对，我是你们的道哥，哈哈。这节目形式啊，还是有这个比赛的这个意思。你非要说什么自己的目标啊，什么期待什么的，我就做出或者排出听众就特别喜欢的喜剧小品。演什么都过瘾，只要是演戏，这都过瘾。那哪个难度更大？没有难度，没有难度。明远大哥绝对是没有难度的，这个气场自带。昨晚也是岁数稍微大了点，演大哥，你们都小，你们二十多岁，什么气场不气场？我自己没有感觉，可能你们觉得还可以吧。我喜欢出洋相，耍贫嘴。哎，有没有担心就是在表演的时候，这个包袱不响的情况出现？当然那有担心啊。我们这儿有那个真正的那个喜剧人，他们杨树林啊，什么小峰啊，什么文松啊，他们都非常的优秀，所以我还得再学习，还得努力学习啊。真不知道，柠檬酸呢，精的是酸精，特酸，跟酸有关系，没错，是吧？那就是柠檬精，是不是就是吃醋精？啊，有。看我还挺聪明的。那老师平常用表情包用的多吗？就是小圆脸那个什么笑脸啊。那可不可以模仿三个您就比较喜欢或是常用的表情包？我最常用的是一个就是小绿人抱抱那个，他还有一个我那可以给你模仿捂脸的，这就玩流眼泪。3、2、1。啊，笑出眼泪呢，我给你笑出眼泪来，我真对不起大伙儿。我现在笑不出眼泪了。